大家好，我是容祖兒啊，我而家身处咧就喺美国康州 Mohegan Sun 嘅 casino， 你哋好吗？不拖手或者都可堪称热恋，一拖手比咳嗽更短，太快了，我未快乐过已失恋。而家咧啱啱就做完 show 啦，咁其實啲汗都仲喺個背脊度流緊落嚟。我自己覺得今晚咧係好開心嘅，因為觀眾都好好啦，好錫我啦，俾咗好多好多嘅反應我啦。個人演唱會咧我就第一次嚟嘅，咁感覺上大家都好錫我，希望可以好快可以再嚟到。今次呢个嘅主题令到我对歌迷、我嘅喜欢我嘅朋友有一个承诺啦，就系、是、对舞台嗰份一生一世嘅感觉啦。所以每一个嚟睇我 show 嘅，都系见证咗呢一份嘅承诺咯。其實我真的 很投入在我的工作上面，因為我覺得在工作上面拿到很多快樂，很多的滿足感。雖然說即平時很忙沒什麼時間休息，但是我又會覺得我是一個好寓工作於娛樂的人咯，我沒有太大的壓力的，咁所以我不覺得要很多方法去發洩咯。咁好似今次咧嚟到美國呢度咧，我就覺得哇，一路可以走浮，一路同我家人啊、我啲同事啊一起吃下玩下咁樣，我覺得其實已經很開心啊。你算是那麼差，讓那恐龍成群行過台面，衣櫃入面藏著花園，心意男孩長住於身邊。因為2014年呢，我自己就在音樂方面呢放慢了，因為自己希望即係整頓下個思想啊，計劃多啲啊，咁同埋身體上面呢成日病啊，咁2015年呢我就重新出發再衝刺，咁樣啦，希望真係可以送到好多好歌俾大家咯。你也會愛上我的，凝望著我，我信我有你要的，狂熱和努力，隨話並無價值。聖誕老公公咧對我好好啊，尤其是 encore 部分咧，佢仲送咗扎花俾我，遮住咗。爭啲走光嘅位置，咁我覺得好開心。我就讓你永遠一齊唱，痛愛著我。今晨與你時刻燦爛。